答应我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。那这个歌可以给你们唱吗？唱大声一点哦，因为现在 QQ 音乐正在直播，唱给他们听。前两场有点小声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说一下不好听的话吗？在栏杆外面工作人员，你们也不要拍照哦，你们要以身作则。这些观众都非常的好，你们不可以这样。怎么可以自己是工作人员却没有在工作呢？